好，同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王雅兰，我今天推荐我儿子林建汉，他从小就我开卡拉 OK， 他就喜欢唱歌，超会唱的，希望你们会喜欢，请。好，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建汉，来自台北。那今天呢，很高兴回到母校来参加金牌麦克风。因为妈妈开的是卡拉 OK 店，所以我小时候拿麦克风的时候就想当明星。那等一下我就要上场喽，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声音，加油！学弟学妹们，你们好。好，很高兴回来这边来比赛哈。那现在其实有点紧张。那等一下带来歌曲，就是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希望你们会喜欢。好，建汉，其实有的时候光看外形就会有一种感觉，一种缘分这样。我觉得你的状况是不错的，那我好怕你模仿林宥嘉。有人说过有点像。好，我们先听歌。OK， 谢谢，加油，请开始，加油。穿裙子的男生，去压顶的女生，中间的众生我都不用抬手直接升腾，劲爆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在个世界无所不能。Hey boy， 跳什么？看着什么？吃什么？Hey girl， 吃什么？吃饭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的什么？哦、oh, ，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补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吃不可能，知道他们会喊什么药粉？哦哦哦哦耶！是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网打尽好歹不分。Hey boy， 挑什么？看着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Hey hey boy， 挑什么？看着什么？爱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饿着饭着也饿着，不管任何程度那样挤压。那个世界不放过啊。我今天我对你的评分标准是这样子哦，因为我觉得今天同学都蛮硬的，直到你的表演，就算你有好像表演的内容有点像林宥嘉，然后你的嘴唇有点像林宥嘉，有人说过吗？有，这个我就要按灯了。不要，嘴唇对唱歌的嘴唇也对，至少不要像。但是我觉得今天以整个到目前为止的表演，你是有打开的，所以我才让你过关。那希望你以后也不要朝这个方向前进，对，但是要享受在舞台的每一刻每一秒，好不好？恭喜过关。最后一位，萨瓦迪卡，让不开蓝水晶。下一位，下一位，上一位也可以再回来。泰国来的朋友，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来自泰国，我叫做水晶。我今天要介绍我的邻居，他来自马来西亚，他叫做莎莎。很开心今天能来到台湾，我来台湾也有练了一首歌曲带给你们。高山青，
潜水蓝，泰国的人要美如水呀，马来西亚女神颜依文，依文，这个现场就交给你了，因为我还有下一场要去表演，拜。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颜依文，今年20岁，来自马来西亚，目前就读于环球科技大学的美容造型系。从小就喜欢唱歌，热爱表演，参加过大大小小的表演。这次很高兴能够参加金牌麦克风，那么等等希望能唱出好成绩，请大家拭目以待。评审老师好，我是颜依文，来自马来西亚。原来最压轴的在这里耶，我以为前面我已经受够了。他还穿窄裙，你有看到吗？对对对，我一开始以为是裤子。这个学校真的校风很开放，非常 open， 非常 open。校长都自己笑得比别人都高兴呢，奇怪耶，真的很棒啊！这种淳朴的地方，但是学生好 open 啊。他是你的同班同学吗？我的邻居啊，来自泰国的。说真的啦，没有啊，就朋友，对啊。哦，男朋友。我有男朋友了。我没有那么重口味啊。你都敢把他带上来给全台湾的人看了，你口味也不轻好不好？对啊，哦，我要克制一下。他待会，你待会要唱的歌是情歌吗？不是。那是什么 style 的？I will survive. OK， 是比较轻松的哈。对，那就好，不然我真的转不过去。如果唱一首《听海》，我很想跳海。你准备好了吗？好了。最后一位等最久，对不对？一定要等到那一刻过关，好不好？好。来，有没有信心？有。同学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请开始。First I was afraid, I was petrified. Kept thinking I could never live without you by my side. 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 and I got strong. And I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So you're back from outer space. I just walked in to find you here with that sad look upon your face. I should have trained my stupid law. Should have made you leave your keys if I had no for just one second.You'll be back to all of me. Go now, go. Walk out the door. Just turn around now, 'cause you're not welcome anymore. When you're the one who tried to break me with goodbye, do then I crumble? Do then I lay down and die? Oh, no, no. I will survive. Oh, as long as I know how to love, I know I'll stay alive. I got all my love to leave. I got.开心，你过关了。哎，那个100分，没什么好说的。台风、唱功、表情、咬字，唯一你如果硬要讲你的缺点，就是你交错朋友。真的。我等一下也要跟你交朋友。哦，爸爸。你不要过来，我会喷你辣椒。泰国人最喜欢的是辣椒。哦，也对哦，正中你的下怀嘞。哦，配海鲜很好吃。哇塞，朋友要慎选哦。哇。哦，我喜欢你的唱法，因为我觉得有很歇斯底里的感觉，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那其实。我觉得是很想再听你唱下去，你还想再唱吗？你还想再听吗？因为那个你在上面写的加分题，我觉得跟你带来的歌曲是很冲突的，你有把握吗？好。好。
望你知影，我是你肝中魂魄交予你，世间冷暖情为贵，寒冬也会变春。这个歌声哈，值得我们站起来为他掌声鼓励。所有校长还有所有师长都站起来啊！这是我们第二次站起来鼓掌。是。你有在什么夜总会表演过吗？你没有，你才二十岁。我二十。我们捡十岁，本节目捡到宝了，就在环球科大，太厉害了！恭喜过关，恭喜过关！金牌麦克风决战环球科技大学，本周二十位挑战选手中有五位失败，十五位过关。恭喜过关选手确定取得资格，即将站上更豪华的梦想舞台。天啊天啊！快点拯救一下大家，用辣椒上台打。有事吗？有事吗？赶快去吧，乖乖乖，拿着香蕉可以走了。他不是电话，你要打给谁？帮他订机票，赶快回泰国啊！啊，再次谢谢这位同学，非常的可爱。当然，今天来到云林，一定有贺佳敏给他要送给大家。我们现在有请千平房米蛋糕的两位店长，黄新辉店长，还有施婉平店长，有请。这也算是美女啊，连送特产的都是美女，跟大家打声招呼吧。主持人、评审、各位师长和各位同学，大家好。你们这是双胞胎吗？怎么一起讲啊？哦，大家好，好。那你今天带来云林的算特产米蛋糕，是不是？跟大家推荐一下，米蛋糕是有什么好处吗？跟一般的蛋糕有什么不一样？米蛋糕它最主要是利用那个蓬莱米还有蛋白下去制作，然后让大家吃得更健康。那我们再一次感谢他们为我们颁奖，有请千平房两位店长为我们颁奖，来这边请，这边请，两位一起颁啊，一起颁，一起颁，一起颁。好，对对对，哇，米蛋糕哎，第一次知道说米蛋糕可以吃得好，吃得健康。再次感谢千平房带来的米蛋糕，谢谢。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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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哇，太棒了！哇，大家今天听的还享受吗？开心啊！好了，今天我觉得真的太嗨了，而且在这样的环境录影，听起来感受又越棒。而且我真的给那里就感动的是，我们校长、副校长、所有的师长，这底下不能聋哑，落个上尾。再次感谢他们，好不好？陪我们一起打拼，让所有同学都可以过关。谢谢你们。还有这次谢谢学生会的同学，谢谢会长，谢谢所有人的支援，还有我们所有的校园美女们，谢谢你们，让我们今天的录影这么的圆满。记得金牌麦克风啊！最后要先谢，要首先要谢谢，再次谢谢我们三位评审老师，辛苦啦，辛苦你们啦！记得金牌麦克风，继续找寻好的声音，想要当歌手的这个舞台永远为你而开，好不好？继续加油，我们台视见。